马董事长，这是我们村的吴主任。主任，这是马董事长。啊，吴主任。说实话，你们蜗居口能保持这么好的自然风光，很不容易。我初步的感觉。 值得开发。好，吴主任。不是，马董事长他们是个大公司，看中咱们村了，那得表个态。大为，村里的事儿你不要管。大成，这件事儿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。上。 啊，马董事长，可能我们主任觉得这个事儿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们得商量商量。没关系，只要你们有兴趣，我们可以慢慢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马董事长、周领导，饭都准备好了，那咱们现在过去吧。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城里的海鲜什么的，但是我们这个猪啊是自己养的，小鸡儿呢是自己园子里溜达的，这个鱼啊就咱们这个金鸡河里。 捞的，还有蘑菇啊，就后面这山上采的，最主要的有蜗居口的林下参，比较有名。哦，林下参、山蘑菇在顿直小鸡，这口在城里很难吃到啊。<笑>是是是是是，马董事长，不是替我们吴主任吹哈，吴主任带领我们广大群众啊，大面积种植这个林下参，种植到收割呀、啊、得15年。行了行了。 我家里还有病人，我就不陪了。大成，你陪着。别呀，主任。妈，主任，妈，二哥在家呢。马董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干啥呢？这是。就是嘛。那，走吧。大妹子，一看就知道你是好人。 你跟村里的人说，放心，这钱我们保证还，我们俩还不完，让孩子接着还，都是人生父母养的。你说这说没就没了，那搁哪个爹妈也受不了。就冲这，俺们也不能办着没良心的事儿，是不？行了，大嫂，我先走了。那啥，大妹子，你等月底俺们老刘发了工资，我就赶紧送过去。我还是那句话。 孩子不能辍学。